欢迎来到赛后采访，我是于震。我叫于震，是一个局成员，也是一个评审员。每次去采访，都会有一点小小的期待。不是说特别期待采访来着吧？是期待之前要脱下的衣服机，吃下的用子狗。最喜欢的还是旗袍，不过穿起来特别讲究踏层，经常要提前去店里试衣服。他就在这里送饭，我的一直都没讲过饭，就是不晓得哈他是偏修炼。吃到有一根哈老太的本子，华轩也的清凉。你的左手的清凉。好啊，满心无奈特能够进去做一道左撇子。其实他以前也试过，赔了几笔酒店的。就以前这个饭，工地都会觉得左撇子是犯了一等忌讳，是一等歪门邪道。只要还用左撇子摸筷子，或者是摸笔，或者是摸任何个东西，他里都会用各种个方法去纠正他。不过时间通大过后，他倒是有点子脾气黑，脑壳也硬硬，挨到打的要求都挂啥一样个。屋里就只有妈妈不会玩哈，他本来也不怎么喜欢做饭。有一年子2015年的恰饭，左手又缝到桌子上的，拎起右手恰饭的人就都不高兴了。就又开始发作，因为差到两笔酒过，发也讲得蛮难听。头先，头先是我上去那个，怪我吧？结果子，那里妈妈有点松劳，也站出来提下公司。2015年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火都递到妈妈去发过。一餐饭子吃了都不高兴，赔了几顿小的，还一亲戚也是左撇子，因为不想再连累他的妈妈，赔了他就这样没用过左手吃饭，还是左撇子用右手，就跟右撇子用左手一样，铁烂个了，啥的事都做不好。他说要是碰到一亲戚个饭，那头可能也会把左撇子打成右撇子去了，凳哥就少给一打滚凳凳凳。他是新在偏雄林再去写一个红箭左手个饭，就也说明事态变了，变好个了。现在没人叫我 Turbo 了，他们都叫我左手哥。陪的经过要到了奶特个亲娘，还蛮兴奋，又突然之间满总比个跟我玩天雄个红箭左手，奶特也去给拍体育。好啊，一天要帮我晓得另外一个左手个故事。左边邓老板是一号，有一道资源网吧，同年有一道两个成员店，名称免教之店。他是网吧老板，也是一个左手玩家。老板跟奶特比起那个话，有两大比较大的区别。首先是称谓所名，一个是网吧，一个是前头。强起那个饭有点子好笑，前头轻松也比较稳健左手，但是哈里还有一大区别，就是奶特用左手控制鼠标，老板却是用左手控制一切。除了鼠标之外，还有键盘也是左手，还包括擦饭扫地洗衣服叮叮叮叮，一切个一切，老板都只用左手，因为
还要只有左手，太多少年也安都啃不出来，因为老板每天吞了一层衬衫，还有一道没意义两个习惯，不是怕冷哦，就是怕衣服跌下来呀，有时一撇你碰到安身肺病。吞钱，怕压不喜欢，吞起故事的那个饭，一般吞手过啊。 都是一些蛮厉害的人吧，但是才适应时动灯一大手个饭，确实是蛮难。林爷爷刚刚过完国庆节，19岁，有效分配直接到深圳，深圳就出了事故，那个机器发生了故障嘛，压到里面了。出了事故你还能打工吗？不能打工啊，我就回来了。现在就是我对父亲来讲。 还是接受不下。是，就是神。你看我都还一直遮蔽这里嘛。他蛮喜欢游戏，但可是特别个喜欢。他话因为游戏实在更偏个，出门个话都是五百块，分分裂裂搞一通，输给他就是输给他，疼就是疼。疼钱也不得多去试个顶个钢筋的，蛮更偏。但是才适应时动灯个饭，有铁多个不更偏啦。 但个是蛮多蛮多，还接受不了。才下个的三个年个，都是想找一张平时生活来的没得个跟片而已。还也是，一个是左撇子，又补了眼左手；一个是右撇子，他只能用左手。还跟老板讲，明明是裤裆不疼个饭。 穷富之干个话都蛮登。毕竟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当中。这里走出过年轻气盛的天才少年，但这里更多的还是像他们这样拼了命生活的普通人。就一个普通玩家，一个普通观众，一个最普通的人。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。 这里是萍乡，是中国，敬努力生活的人。